哎，这样，我唱歌。因为我们机场之前说有，我妈说发现了蛇啊，好多网友建议我们去买2只鹅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去把这个事情落实了。在我们隔壁那个镇啊，有一家专门养鹅的，养的比较多啊，我们今天去看一下，去买几只啊，放在里面，说那个比狗还有用啊，不管人还是蛇那些都怕那个东西，有那么灵吗？我们今天去买点试一下。你主要差他有点漏雨了啊。就是。没有。落大了嘞。嗯。今天天气凉一点。凉快了，来几样都可以啊。嗯。现在。到隔壁镇这个村了啊，我感觉他们这边的房子这些，还有他们这边这种感觉，比我们那边条件要好很多啊。特别是前面那一片，那房子感觉修得很洋气啊。啊，这边这些很集中啊。不像我们那里东一家西一家啊。这里面的房子好看，一些都好看啊，你看啊，原来的装潢，有样式啊，这房子啊，它里面感觉比我们条件比外面好些，可以，我这个房子现在款，土豪这家，哼，阳台，阳台现在你们看到地方真的很大，出来吗？哪里？那里专门养鹅的地方是吧？好宽。哦呀，好宽。嗯。他人呢？他卖完过了哦。晓不得嘛？参观一下。他应该当时就在这里养的啊。他应该卖完了，我们来晚了啊。这里这个风景好漂亮啊，绿房子，红房子。没有啊。够不够？啊，今天带你来游山玩水啊。豆豆。他看稀奇的很。到处瞧啊。豆豆那边。咦，霞霞，你走到哪里来了？你给妈妈霞霞。装不起来，我们再去问一下别个，看看屋头有没有。哦，接着了。来，我们走啊。走到阿娘，拜拜。咦，这里还有条老黄牛。看起老黄牛，我就想起流浪和织女来了。电视看到黄牛。刚才我们问了那个阿姨啊，她说这上面的鹅老板全部卖完了，然后要等可能到还要过一两个月，她才会养了，在她这里搞不到事了，我们只有重新找个地方去买啊。今天就相当于带多多和妈啊，我们一家人出来隔壁镇游玩了一下，呼吸了点清鲜空气，就只有这么想了。跑了十多公里路啊，哎，当初。